工作博览会是由 Warsaw's Clare Palace 主办，这项机构为洛杉矶县出资设立的求职服务中心。The job fair today is for our local communities. We have approximately over 400 job openings today. A lot of the sponsorships have come from the city, the Chamber of Rosemead, Dr. Senator Ed Hernandez, Michael Antonovich's office. We have over 30 employers today.And we're her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to help people get back to work. Our main purpose is to have resources and jobs available for people. We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come locally and to work locally, and that's why we've brought local businesses here.Warsaw's Clare Palace 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中心，协助求职者以及社会上的青年和企业的需要，已经服务了当地社区超过30年。我们的服务里面就是有培训，譬如说，我自己就在这边找到工作的。当时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技能方面各方面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做，然后透过这个服务中心，他们帮我送我去学会计，然后学一些最基本的办公室的这些技能。后来我毕业之后，刚好这里有工作机会，那我就在这边工作。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一站式的服务中心 Career Partners， 我们最主要的宗旨就是提供求职者能够再一次的透过我们的服务回到他们的职场上面，不单单是帮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更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工作，让他们的技能还有他们以前的经验都能够完全的再一次被使用。那我们同时也提供雇主的服务，让雇主可以在这边找到合适的员工，然后他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场地来雇用一些他们所寻找的理想的这些雇员。我们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我们的说明会，还有外加一些研习会。在研习会里面，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伙伴 EDD， 就是失业局，他们会提供这个研习会。那内容呢会包括怎么样写 resume， 怎么样去 interview 面谈，还有呢就会教他们怎么使用电脑上面找寻关于这个就业方面劳工局提供的这些资讯，还有哪一些行业是目前或将来需要的，种种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性的，还有这些让他们求职者需要知道最基本的这些资讯。所以我们会有也有开那个电脑培训班在我们这个 center 里面，所以说在电脑上面他们不大会使用的，他们也有机会在这边学习最基本的电脑，然后可以使用我们的资源中心来求职。活动有多种业界的雇主希望聘请到各种领域的专才，其中包括了医疗领域、文书、一般劳务、仓储、工程和教育。如果您在求职方面有需要帮助，可以和 Warsaw's Career Partners 联络。中广电视采访报道。